原来四十七岁的徐姓男子发现被远警识破后，竟然直接踩油门加速逃逸。而警方见状，随即驱车跟上。就在距离近500公尺的路上，发现徐姓嫌犯的轿车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。远警立刻冲上前喝令下车，而他也乖乖交出手上毒品。而这回坐在副驾驶座的陈姓女乘客，过去还只是干妹妹，这次多了新身份，成为妻子。虽然被逮捕了。 却也不忘跟远警分享这好消息。东森新闻社会中心新北报道。